妈耶！哎，我马上就要出发了，此刻你是什么心情啊？现在就走了。啊，马上就要走。小爱。啊。能治好啊？嗯，能治好的，妈，不用担心哈。老公在手上。嗯。奇怪，哎，妈，后头上俺家苹果往这里苹果带着，那个大成哥是海蛎吗？贵好着。嗯，行，我们家苹果好吃的。妈，那你先爹着，我上老爹那边转一圈哈。啊，跟老爹说一声。啊，我想买点肉给他吃，我去了哈。来，去吧。老爹，老爹，在家吗？老爹。哎，老爹。哎。我们下午要去南京了，然后买点肉，买点什么肉呢？买点饺子给你哈。又不是肉，那你一走哎，留个家里给你慢慢吃哈。哦，行，我给你送个冰箱了。那得给你买了块肉哈。哦，好，好，好。对，自己想吃可以炒点吃。老弟，就中间咸得有新鲜，家乡。然后给你买了点水饺，早上晚上呀，如果不想拌饭啊，就下一点吃着，方便一点哈。你西林公不爱长好的，俺家西瓜就要喜欢吃的红苹果，半夜来的，搁那喝粥了吃。这人应该够吃的。下雨了嘛？下雨了。看老妈带了这么多苹果。嗯，俺家这个苹果这么红啊，嗯，这苹果是好，太好着急了。嗯。妈，我给你做一些哈。你看，我看。我不会。让你看、啊。我不看。做好了好吗？好，行。我们现在出发了。妈，现在激不激动呀？可以，开心啊。阿妈，就是小乔托很多朋友打听到的。然后你回六回，你工作平时那么忙悠着。这家小孩又不是外人啊，不客气嘛。然后。今天正好疼在心里外，妈你放心哈，这次也不要紧张，肯定能治好了。嗯，好，放心好了。妈饿了吧，来尝尝小包子。这个南京的小灌汤包，还有这个鸭血粉丝都很有名。对呀。卖口味怎么样啊？很好。很好。啊，这汤好好好。很喜欢喝鸭血粉丝的汤。嗯。好。嗯。你尝。嗯。哎，就是爱水的嘛，灌汤包哎，我还没注意要饮水啥的啊。明天呢，我们带老妈做眼部手术。嗯。后天的话，我们带老妈在南京逛一天。明天下午做手术，明天上午也可以去看玩眼的。啊，南京有什么好玩的呀？大家也可以推荐一下。对了，有南京的朋友推荐一下，有什么地方好？我看后台私信里面好几个朋友要请我吃饭了都。现在十点多，我们随便找个酒店住下了。明天是明天下午的手术。嗯。看来今天晚上我不陪你住了，我跟妈住。晚上你不陪我啊？嗯，不陪你了，因为到一个陌生环境嘛，怕妈晚上睡不着，就陪她一块说说话吧哈。嗯，那行。为了跑人少的地方，跟旁边睡哈。不要你了，我们。那我一个人睡吧。晚安了，两位大美女。赶紧睡觉吧哈。嗯。这是我订的小蛋糕。今天呢是盼盼生日，我刚才在外卖上悄悄给他订了一个蛋糕。老婆，盼盼。哎呦，你换馒头了是不是？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？什么来着？来来来，当当当当，你的生日啊！哎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王子，慢慢来，进来。
来，给你戴上这个。哎呦，生日王冠。哎呦，我都整不大人。这么大人也是小王子。妈，我们一起给盼盼唱个生日歌吧。啊，行。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吹蜡烛了，吹蜡烛，快来。许个心愿。